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刚刚这个应该大致上 OK 的，最后剩一个啦。哎，你这个做好之后，就剩下你的创意跟行动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所以保障在这里，所以我这个简报我有安排一个梗在最后面的哈，就是希望说，哎，你做了这么多，好像去寻宝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的头从这边，好、哦。从这边简报的头，然后你去找到最后找到你自己的宝藏。好，所以其实像这个，我就是开一个什么空白的去做。虽然看起来空白的好像比较可怕一点，好像那个作文老师给的叫做题目制定。哎，题目制定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找出你要的东西，把它架构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如果每次都用别人的也不错，但是毕竟那是别人想好的。那如果你能够有你自己的想法，其实像我一般来讲，你看我们在这边哈，这里我先取消，我开一个新的。你如果用桌上版，你可以像这样再继续加一个新的。那线上的也一样哈，你就直接再加一个新的就好，它可以再开一个。好，我在这边开一个新的。平常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子，不会马上开始做，因为我会搭配心智图，我会先把我要做的事情先想好，有没有？我要讲哪些内容，我要一定要先规划好嘛，不然你就开个空白的，谁不会怕？会啊，好像要即席上台演讲，结果坐在那边脑筋空空的，因为有些时候你要准备一些东西，所以会像这样子，你想好了你该做的，你把它搭配好的，那么这些素材就会变成你的里面的什么简报的内容，这样您大概了解了吗？好、哦，那可能我们大概今天会留一点点时间、哦、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，让各位您再稍微试看看。那您看看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我没有讲到的，您还觉得不太了解的，也可以再利用时间问一下，因为我中间有几个那个像那个免费软体的部分。免费软体的部分我这一次就没有讲太多了，因为那个之前我大部分都有讲过，有没有？这些我大部分都有讲过了，所以我就不再重复， OK 吗？好、哦、给您参考一下，好、哦、那就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我过去帮您看一下。